浑然天成的美丽哲学，唤醒时尚与自信的魅力畅想，植物精粹演绎生活之道，绽放发丝亮质美感。法国丝路，丝路节香草之旅，养发精油染。丝路节香草之旅养发精油染源自法国丝路集团旗下广州市丝路节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秉承法兰西浪漫情怀与法国文化基因，为东方女性带来全新奢华魅惑感受。丝路节香草之旅养发精油染采用植物性色膏，蕴含多种植物精华，能有效地保护头发蛋白质，可渗透到发丝的深层，温和和完美保护秀发，令头发柔顺、屹立、健康亮泽，并保持色泽自然、饱满、持久，超感炫耀色彩，令你获取前所未有的时尚自信感。Hello， 大家好，我叫侯坤，今天呢，我们来操作一款丝路级的香草精油染发。下面呢，我们的模特呢来看一下。以我们的模特做一个浅冷棕色头发为例，首先来分析一下她的头发。模特属于两段发，发尾在6度左右，与发根有4度的色差偏差。以模特选择目标色是7度浅冷棕色，则调配方法是目标色7/77加9%的双氧。1:1即可，无需调配其他染膏，每支染膏配有护发精油包一个，精油包就在染膏的盒子里。使用方法是一支染膏配一个护发精油包，再使用9%双氧和染膏调配1:1即可。待调配均匀后，就可以直接给模特涂抹。现在开始操作染发。先给模特头发划分4个区域，戴好耳套，利用染膏把区域分开，无需夹子，分区域目的是方便下一步涂抹。涂抹时可以直接从头顶开始，注意模特是两段发，利用精油染的智能方式可一步均匀上色。涂抹时注意离发根1公分处先涂抹，再少量刷发根后，再由发中到发尾。这样涂抹染膏的方式不会使发根处堆积太厚，避免发根局部染浅。染发时使用尖尾梳把头发梳开，避免染膏染二段色时出现染化现象。特别要注意涂抹发根时，注意不要把染膏涂在头皮上。做到不刺激头皮的技巧是将发片搭于90度的提升，这样是避免染发剂在发根堆积过量，从而导致刺激到头皮。以同样的涂抹方法均匀操作完成全头。全部涂抹完以后，分出 U 型区，垫上冷烫杠子，目的防止根部叠压变浅。最后把所有头发放顶区上，全头用保鲜膜包好，停留时间30至35分钟左右。时间到后，检查头发的颜色是否均匀，便可冲水吹干头发即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模特的发丝非常柔韧亮泽。丝路节香草之旅养发精油染7/77一步上色效果，令你的发丝色彩饱满一致，柔顺光泽，你值得拥有。广州市丝路节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